遮挡的话，都比布帘是一个遮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规划。好，对。还有哥哥出门又撞到这壁刀。哎呦！哎呦！这个壁刀切到门是很、有很伤神经的。对啊。对。有啊，哥哥就是因为之前在工厂做那个工作啊，就那个。小三啊，就是小三，我觉得他讲话很可爱啊，人家就是冻三啊，冻三，因为他碰到自己啊，对，不小心啊，这个有时候就是没办法，太大意外了，就是意外见外嘛，对啊，而且其实这也不是只有哥哥住，哎，嫂嫂也住这里，还有小孩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两个小孩，这么一这么小的一个房间，这样够睡吗？应该是不够，对，可是还是要挤啊，因为他们才。之后我也再搬出去。我们赶快帮哥哥找到一家人，好好的把化解这个煞气。是，这个壁刀切到。所以这个壁刀的话，我们会用上面放酒，那个五帝钱，摔倒地方，五帝钱放上去能化解的。好，要烧到庙里面煮炉过，我才觉得挂上去。好 ，OK。其实家人挤在一起也蛮温暖的。我最喜欢这样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。不管小的时候，嗯，到底房子有多小，其实我看过很多家庭，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，够用就好。是。哦，家里面小康的话呢，全家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住一起很温馨。对。比如家里面一家六口，太有钱了，住六个国家，嗯，一年见一次，空空荡荡的，那什么意思？对啊。餐桌位置恰巧位于各个房门前，因此容易造成家人不聚，最好房门挂上门帘做化解。而接下来，詹老师即将用抓周的方式来看今年哪些人的事业是否能东山再起呢？哇，这三样东西实在是哇！我要怎么冥想？我怎么样去选？先了解这个是神龙，嗯，这个是吸铁，对不对？吸铁哈，这代表枕头，嗯，这是娃娃，嗯，那么我们想看今年到底有没有办法东山再起？是是，其实你选就像。我们庙里面的占卜测字卜卦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每种东西反正它都有它的意思，当然对，我们认真选一下，然后来看看今年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小陈呢，现在选慎重慎重第一个感觉，想要选，我要选的这个是羊娃娃，娃娃哈，娃娃，它跟羊有关系吗？羊最羊的也是有关，娃娃是有关，它是羊还是什么？羊驼，它是羊驼，羊驼简称叫做。好，敲密码。你怎么讲那么快？他等很久了，把球递给他。好，那彩华姐，你也可以重复选哦，可以重复选啊。对啊，嗯嗯。你想选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没关系，让我选这个灯笼。你选灯笼，哦，厉害了。好，那我选磁铁。磁铁哈，红磁铁。确定哈？嗯嗯嗯嗯。你现在在边想？怎么样？那我们先讲。就是这个灯。我不要。你就为什么？你就先讲，你就拿着，然后跟观众解释。如果选这个枕头，枕头代表一个安逸的意思。嗯，那它的枕的发音跟下沉有谐音。那同时紫色也代表忧郁的意思。对，你选这个的话，可能是开低走平，无法一直向上提升。哦，那会沉积在某个阶段。嗯，那么这个本身来说，今年来说选这个的。蓝色、紫色也代表忧郁，我认为你应该远离忧郁，走向光明面。那居家采光好一点，适当出外去运动。那往办公呢？办公或居家有高的地方去，比较不会向下沉的危机。我高的上去，会不会不小心跳下去？那倒不会，害怕。你不是做那个保护网吗？有，就选这个的话，不多虑忧郁，反而要比较阳光一点。啊，那往正面思考，就是沉淀自己的想法，让自己不忧郁、不快乐的想法，然后稍微沉淀一下。啊，那个要东山再起的话，倒不太容易。也许你已经东山已经。在顶端了。那我这个呢，就是这个蓝色是不露哎。啊，不露，它主要你看，它是会发光的。嗯，这个是不会发光的。这是一只我们类似的叫猫头鹰。对，猫头鹰在日本来说叫不苦劳，不苦劳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代表选这个第一不苦劳，对，叫坐享其成的意思。而且不但东山可以再起，而且一片光明又圆满。哇！而且你看两个眼睛大大的，知道吗？选灯笼是最好的，非常非常好的。我们给它88分。哇！
蛮高的、哦。刚刚学这个只有60分不到。好 ，OK 哈、哦。那羊驼娃娃呢？羊驼娃娃，娃娃代表新生命、嗯。我们今天求的不是一个结束，是一个开始。嗯，是。所以娃娃代表什么呢？嗯，新生命的萌芽，也代表一个成长的意思。嗯，而且这个。无论是羊或马，代表万马奔腾，勇往直前，充满朝气、希望的一匹马。所以恭喜你选这个，代表你不但可以卖牛肉面，还可以卖酸辣汤，或煎酸梅汁。所以他会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一鸣惊人。是是、哦，知道吧？不要单向做。哇，你这个草泥马还不错呢，哦、对不对？也不是他草泥马。对呀、啊。前途真的是很光明。对他告诉你不要停在原点，你要你的思维要更开阔，代表东山再起，大有机会，万岁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还有就是我选的这个蜜蜂词典。啊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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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也代表活力四射的意思，是哦，代表他呢广结善缘，人脉好，充满了活力。哇，那蜜蜂这种东西代表忠心耿耿，对世界对爱情也非常的忠贞。嗯啊、哦，但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，它是磁铁，对，它是木头的，有一种我们说金木相克的。一点小小力量在里面，所以我给你80分而已。没关系啦，不管选到哪一样，其实我们还是都是要努力认真，是是打拼才会赢嘛。哦，那关心你之外，当然关心他太太嘛。哎呦，要的，对呀、啊，他在帮你生了几个 baby， 3个。诶。一个，因为之前两个是前妻，啊，另外两个是前妻生的，对，然后第三个是，对，这个老天，所以他老天，老天好有福气啊，老天也是公平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没有给你太多的财富，却给你这么多的小孩子，小孩就是财富啊，而且可以圆满啊。你的意思说，你的意思说，老天给您一个小孩，然后很多的财富，也没有，房贷很多。喘不过气来，但是我觉得太太真的是一定是很，应该是说很无方的，对不对？也很爱他，爱你，爱屋及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帮你前面有小孩，然后也帮你生了一个小孩，是还是蛮辛苦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他的厨房，关心一下厨房，好吧？要拜拜。厨房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们呢？有啊，这里有门啊，哪里？透明的哎，哎呦，哎呦喂，怎么是透明的门？只是为了那个阻隔油烟是不是？是。什么？啊？啊？五面天池。你都会空门，怎么会开？会，哎，怎么没门？要贴五面天池。把这个。要贴五面天池。好，要把这个。他说要贴五面天池。不能空，空代表不能防盗，不能聚财，而且钱财一路空。哎呦，所以贴不贴只是最省钱的。那这个门一直不贴的话会怎样？女人钱花光光，然后这主要把女人嘛，女人的钱花光光，留不住。那男主人的钱呢？跟着一起培养，是不是这样讲？没错。所以你搬来之后是？对。就后来就没工作啊，那个。你工作多久？就收起来嘛，然后就差不多3年左右。啊。没有那个工作室。哦，网络工作室收起来。收起来之后，然后就休息了差不多3年，跟老婆就是到处花钱，就是有点在半玩半找工作这样。嗯，反正就是有一点钱，然后就四处去走走，然后看看。那时候也谈恋爱吧，很开心。对呀，没错。对呀，那很正常。你好了解啊，那时候才火，对啊，就是正打的火热，当然谁想认真工作？那小孩有一起带出去吗？没有。哦，小孩丢给妈妈，妈妈顾。对了，小两口就出去走走，这样就3年呢。对啊，就这样待业了3年，然后才想到说后面的神迹，没有，才突然想到那就来做事啊，突然想到要想到要工作了，现在的账户跟保险箱都没了，差不多，对，都要工作，扛啊，就觉得。不行了，所以郑老师讲这门要赶快，不要让他扛扛扛扶起来。
还有呢，他灶后有门，灶后有门，你主人犯小人呐、啊，是啊，家门帘知道吧？灶后有门呢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对，那其他的厨房还有什么吗？基本上方正，没有柱梁，没有这个我们所说水火冲，都还可以、嗯。那有没有影响什么健康的问题？我认为这里没有梁压灶，都还好，嗯、都还好。对啊，现街道也做的还蛮漂亮的、啊、，OK 啊，装饰还不错了、嗯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你看这区还有蓝光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还有对呀、啊。对啊好好浪漫，好嗯，而且好像在哪一个招待所里面，又好好招待所，很好哎，里面带我们去见识一下。你就说有一些企业家啊，就是都有比较有一些招待所，对呀、啊，对，我们又这个妹妹就会被叫进去。老婆子还真的是像妹妹一样年轻漂亮哦，在帮忙顾店的时候有真的一些很奇怪的客人，是不是？怎样？有啊，就有客人进来就说。看我们桌子漂亮，说要买桌子啊，不是买面啊。啊，你不是开牛肉面吗、啊？然后他不买面，要买桌子。买桌子，桌子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是可以折叠是不是？我懂为什么？要折叠就是牛奶。就买桌子应该去家具行吧？一般那个我们是。就定做的桌子啦，就是一般木头的，对啊，木系的那种而已啊。对，因为我遇到很多这种怪客人，好、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那个进来一个小姐，然后进来就是咳嗽超大声的，然后都不遮，嗯，然后就是一直咳，一直咳，一直咳，还说要看卡通。看卡通，他多大？他大概几岁？差不多四十岁有，三十几快四十有。啊，他是有白日咳的感觉。对、嗯、啊，早。然后有一次下班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走到我前面，就说：“请问你们开到几点？”就抓住我的手，嗯、请问你们开到几点？你们几点休息？我就吓到。不知道、啊、他是想要跟你去怪怪的，不是啊，就可能要问我们开到几点，可是他那天才问过，这个开店常常会遇到这种的啦、啊、人都有啦，对，以前我们开天柱店也是这样啊，也有怪客人，怪客人哦、喔、有以前一进来说这个我要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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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好客人啊，哎、欸，但是他说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先留我的电话，我先去忙一些事情，结果他出去、嗯、我老公就打电话给对方啊、嗯、就电话都关机的，嗯，真笑了呀，只是纯粹来聊天就对了，就招待他一杯水啊饮料，不是还有茶点心，哦，这些才办得到，哎呀，阿德布这个要，那你想说会打开嘛，这个要那个也要，哇，那加起来几十万呢、欸，对不对？那就啊，你那时候一定灶后有门，像他家一样啊，像灶后有门，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，灶后有门开门对不对？在开门前这边做一个布帘，哦，作为一个我们说的女人的靠山，嗯，那么就不会有。小人累犯或从背后带刀的危险，除了这背后有这个加布帘防小人之外，嗯，还更可怕的一个是主卧室，嗯，主卧，对，这是主卧吗？啊，对，嗯，暗藏一个非常可怕的杀气啊。